有一次阿信明明我们在花莲表演啊，对，他妈妈打电话来说阿信你哪里、啊、我在士林逛夜市我马上回去玩高雄，我们是，欢迎大家回到五月天的诺亚方舟，让我们欢迎亚洲情人任贤群，你们好吗？今天很特别，是五月天的生日，我是看着五月天长大的，你们是听着五月天的歌，大家一起长大的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跟五月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音乐奇迹，是不是应该给自己跟五月天来一个最热烈的尖叫声？能超越五月天的只有五月天。谢谢小齐哥。小齐哥，那个你说你是看着五月天长大的吗？是。但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都没有长大呢？啊，我一直留在你们的音乐里面。我真的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小齐哥看起来真的是完全没有变，已经二十几年了。然后今天呢是五月天出道24年的生日。其实每一次看五月天的表演，我记得那时候在巡回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在台上那种热情，但是又害怕家里知道他们在表演，每个人都把帽子压得很低，马上还把头发拨得看已经看不见他的脸了。有一次阿信明明我们在花莲表演啊，对，他妈妈打电话来说阿信你在哪里，我在士林逛夜市我马上回去、啊、那是也是花莲的夜市嘛、啊、都是夜市，对对，而且我妈可能又来啊，信妈妈对不起哦，但当年是我带坏他们的。那都是齐哥，非常感谢齐哥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邀请到齐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庆祝的仪式，哎，好不好？干杯！谢谢齐哥。大家不要紧张，这无糖绿。五月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这么爱五月天。